垃圾的语速啊，要比平时的语速要快。辩论赛那些辩手语速真的，今天就至少一次要用1.25倍速，1.25倍速。我昨天我说话都是我这个嘴皮不太利索，所以你得熟啊，你滚瓜烂熟了才能可能加倍。各位自己谋取利益就行。如果他对你的付出根本就不是一份爱，会爱他。加上情人节呀、各种纪念日之类专属于你跟我之间的节日，因此我认为爱情是自私的。我认为爱情是自私的，你认为呢？